Waiting New order. construction options. Building. Construction complete. New construction options. 大家好，我是 LCL。今天呢，我们做一个红警的电站的充电宝。我用 3D 打印机先打印电站的外壳，制作一款硬核的拉风的充电宝。好，现在我们准备开始。这是白膜，打印完的白膜，我们需要上色，上底色，上色，然后上装饰色，顶部的主题色。所有的连接管道呢，都使用钨钢灰的颜色，钨钢灰颜色。初步上色完成，然后我们连接光束的这个 LED， 然后我们安接电池，电池是两个18650，容量是7200毫安的。我们安装充电所需要的模块，我们合上后盖，安装上镭射静电球。完工。待会儿我们试一试它的充电功能。这也是红警里我最喜欢的一款电站，它的正面和背面基本还原了红警里面的那个电站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试一下它的充电功能。它的左边的口呢是那个给电站充电的一个 C 口，右边的 USB 口呢是给手机充电的一个接口。我们插上手机试一下。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呢，就是红警的电站能在家里用。这时电站开始工作了，然后给手机充电。当我们拔下手机的时候，电站会停止工作。插上手机呢，还能继续充电，这样能起到一个节能的效果。最有意思的呢，是这个电站还得需要你给它充电，毕竟它是一个充电宝。有的朋友会问，这个电站没电了会有什么提示吗？一般的充电宝都有几个灯来显示电量。其实呢，这个电站里面我安装了一个喇叭，快没电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语音的提示。当电量还剩10%的时候 low power， 堂堂的核电站还得需要咱们给它充电。Focusing energy. 2,000 warps coming up.